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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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微妙法。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愿解如来真实义。昨天上课讲到了如何面对荣耀，如何面对赞叹，就是需要看清楚赞叹和荣耀的真相，不要被我执给利用了。我们只有看清楚赞叹荣耀的真相，我们才能够平淡的面对赞叹和荣耀。当我们能够平淡的面对荣誉的时候，我们才能够平淡的去面对攻击、诽谤。这个道理啊，很重要，很重要的，就是真正能够做到宠辱不惊啊。今天呢，接下来就是我们看这个提纲里边所讲到的第二，就是施机毁一己有益，就是要思维。那思维什么呢？思维别人对我们的诽谤。事实上，从修行的角度来说，它是对我们有益的，而不是有害的。那么这个就是从修行的角度来看到，帮助我们来看到这样的一种积和毁的价值。当我们认识到这个价值之后呢，也可能我们不但不会生起面对毁谤的时候，也可能不但不会生起嗔恨心，甚至还会生起感恩心，生起感恩心。所以这个就是要用智慧的眼光啊。如果没有智慧的这种独到的眼光啊，那是很难看到，很难认识到了。那么讲到这个机毁的价值之前，这个吉天菩萨首先告诉我们，就是需要认识到这种赞叹容易的过患。我们平常呢，我们喜欢被赞叹，喜欢活得容易，是因为我们觉得这个赞叹和荣誉会给我们带来利益。我们不喜欢机毁，是因为我们觉得机毁会给我们带来伤害。这个几乎是我们的一个非常常规的一种思维方式。但事实上是这样子吗？事实上啊，如果从修行的角度，用智慧来审视，客观的去审视，其实可能就不是这么回事了。用智慧的去审视，也可能你会发现，
这个赞叹和荣誉啊，它有很大的副作用。反过来呢，机会它反而很有价值，它反而很有价值。这个就像我们讲逆境和顺境，我们都喜欢顺境，我们不喜欢逆境。但事实上古人也早已经意识到了，塞翁失马焉知非福，祸和福吧，祸福相倚，古人就能够有具备这种智慧的，中国的古人。那吉天菩萨呢，以佛法的这种缘起的智慧进行审视，缘起的智慧，所谓缘起的智慧，就能够对这个整个现象呢，它的因果做了一个非常客观的审视和评估，那他就能够看到，真正的看到了这个赞叹和荣誉隐含的副作用，同时也能够看到这种赞这个毁谤机会隐含着一种重要的意义和价值。那接下来呢，就是帮助我们认识，破除我们对赞叹和荣耀所带来的意义和价值。其实毁谤就是可以破除我们对这种荣誉的和赞叹的一种贪着。以示若有人一损无名无生意，岂非救护我免堕诸恶趣。因为我们对荣耀对赞叹有着深深的贪着，这种贪着啊，它给我们的修行，给我们的生命，给我们的修行带来极大的过患。那么现在如果有人毁谤我，毁谤我们就有什么样的作用呢？毁谤我们，那就是可以帮助我们破除对荣誉的贪着，可以破除我们对赞叹的一种贪着。所以说以示若有人一损无生意，所以如果有人啊想要损坏我的生意，想要损坏我们的生意，实际上损坏我们的生意就是它是可以帮助我们减少对生意的贪着。其实这种心理是 会存在的。本来你自我感觉很好，但是呢这种自我感觉很好事实上是一种我执。比如说你听到十个人说你好得不得了，哎呀，你今天你看到十个人都在说你好话，你感觉好得不得了，这种对自我的贪着啊深深的升起来。然后接着呢你又听到十个人在说你的坏话，哈哈，那你这个时候你还会不会陷入在一种自我的这种极好的超好的感觉里呢？不会的。你的这种超好的感觉啊，因为你听到十个人说你坏话，基本上就会把前面十个人说你的好话所产生的那种感觉啊就抵消了。对吧？哎，那也就是帮助你啊从你的那种自我感觉良好的对自我的执着里面帮你解放出来嘛。哎，帮助你解放出来。如果没有这个十个人，你可能就会觉得哎呀那我就是好的不得了了。那你就会带着一种强烈的自我感觉自恋的这样的一种状态，哎，去面对每一个人，那你就完蛋了。所以从吉天菩萨呢，正是从这样的一个角度他来分析说，如果有人要损坏我们，事实上损坏我们呢，其实他是在帮我们，
所以岂会救护我？岂不是他在救护我？免堕诸恶趣。因为我们前面讲过的仗义，它所隐含着有四大坏处。这个四大坏处啊，就是仗义令心散，损坏厌离心，令及有德者互毁圆满智。就这个四大过犯，而这个四大过犯呢，确实会让我们的生命啊导向堕落，哎，导向恶趣，导向堕落。那现在呢，如果有人帮助我们解除因为这种仗义带来的贪着，那这个人事实上他是在帮我们，他是在救我们，就是避免我们堕落。所以我们要从这样的一个角度来思考。当然从自我的感觉的角度来说，如果从自我的感觉的角度来说，只要是凡夫，谁都喜欢听好话，因为自我的感觉它就是需要不断的被别人感觉它是很重要，不断的被别人感觉它是很优秀，它的存在的规则就是它的存在的规则模式就是这样子的，那现在呢，如果我们听到有人这个毁坏我们，肯定是不舒服。从自我的规则上来说，我们看到很多这些长时间当领导的，或者是一些比较优秀的人才，每天都是在一种赞叹声中，那久而久之会出现什么问题呢？他再也没有办法听到不同的意见了，他再也没有办法听到任何你说他不好的这样的一种意见。那现在事实上，如果有人愿意去说你不好，事实上这个人是要冒着很大的危险。其实这个人才是真正你的恩人，帮助你的人。我们讲的这个忠言逆耳，忠言逆耳。其实这个道理跟我们现在这里所要说的道理啊，虽然说性质有点不一样，但是在作用上其实也有蛮大的相同的地方，有蛮大的相同的地方。虽然说用心不同，用心不同，花心不一样，就是有的人他可能就是真心的要想为你好，但毁谤的人也可能他真心的要想着要损害你，但事实上他所起到的效果，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是相同，他是具有相同的地方，他都是可以帮助你减少对自我的贪着，减少对这个容易赞叹的贪着。所以说这个就是说这个赞叹，我们要了解到这个毁谤我们的人，击毁我们的人，他是在救我们，他是在帮我们，就是我们要认识到击毁的价值。那我们再看这个100个颂，无为求解脱，无惜力尽缚，一解束缚者何故反身称。然后呢，吉天菩萨又从我们修行的高度来审视这个就是机会的价值。修行的高度，我们修行学佛修行，我们的目标是为什么？我们的究竟目标为什么？我们的目标就是为了解脱。什么叫解脱呢？解脱就是把我们的束缚给解开，我们的生命啊，因为这种贪着呢，使得我们被捆绑在轮回中，
被捆绑在轮回中不得出离。那解脱呢，就是把我们捆绑在轮回中的绳子一根一根的解开。那包括比如说对利益的贪着，对恭敬的贪着，对荣誉的贪着。我们有的时候可能觉得对荣誉的贪着嘛，这个是一个很正向的东西嘛。从世间的角度来说，一个人对荣誉的贪着就是很正向的东西，至少这个人他是有荣誉，在一定的程度上他可能还是高尚的一个人，有可能，哎，那么他在乎自己的荣誉，在乎自己的名声，在乎自己的名誉、荣誉，好像在世间上他是被驱使的，被肯定的，因为这种肯定啊，也能够增加强他对荣誉的贪着，对荣誉的贪着。那么这些贪着呢？所有的这些贪着，不管是对利益的贪着，还是对恭敬的贪着，对荣誉的贪着，对名声的贪着，对身份的贪着，种种贪着，所有的贪着都是一种束缚。正是因为这些束缚啊，所以我们就会被捆绑在轮回中，我们就会被捆绑在轮回中。那现在我们所说到的这种前面所说的赞叹荣耀，其实它都是增加我们贪着的一种力量，增加我们贪着的一种力量。那现在反过来说，机毁毁谤，事实上呢，它是可以帮助我们啊解除贪着，解除贪着。所以一解束缚者，何故反生嗔？对于能够帮助我们解除贪着的这样的一种力量，我们为什么要对它升起嗔心呢？有人毁谤我们，有人毁谤我们，事实上是在帮助我们解除贪着，是在帮助我们减少贪着。那么从修行的角度，从解脱的角度来说，那毁谤我们的人绝对就是我们的大恩人，因为他可以帮助我们减少贪着。这个事实上在生活中也是这样，比如我们每天都这个听到很多人的赞叹，你可能会感觉自己挺好的，但是你可能有的时候你也会听到别人提一些意见啊，说些什么啊，你会比较清醒，看到自己的不足，就是你对自我的感觉就会没有那么好。就在生活中啊，就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声音，它会让我们变得更清醒，而不自依啊，万乎所以。如果一个人真正感觉太好的人，感觉超好的人，其实别人是不喜欢的，这个人别人是讨厌的。就是所以从这个世间上做人的角度来说，就是这样的一种机会呢，它对我们也是有好处的。下面我们看这个第101颂：如我亦气苦，难蒙佛加倍，闭门不换行，宁可反称闭。吉天菩萨就是这个又举了一个非常形象生动的比喻，他说就像有一个人啊，就是要走向地狱，走向通往地狱的道路，往这条通往地狱的道路往下走，而且呢本来是
勇往直前的，这个畅通无阻的往前走。那现在呢，因为得到活力的加持啊，有人呢不让他往前走了，把门关起来不让他往前走了。你看，如门南门活加倍，闭门不换行。你本来是要畅通无阻的进入地狱里去，但是现在有的人因为你的这个福德因缘嘛，三宝加持嘛，有人就不让你往前走了，不让你往前走了。那么对于这样的一种情况，我们对这个设置障碍不让我们走的人，我们究竟是应该感恩啊，还是应该嘲视呢？当然是应该感恩，而不应该对他生气。嗔恨之心，那这个道理呢，他要说的是什么呢？就像一个人，当你在容易赞叹万乎所以，你可能会走向毁灭，走向堕落，甚至会这个会造下很多业。那这种情况下，那有人呢会击毁你，就他让你清醒，让你不贪着，其实他是在拯救你，让你避免啊走向走向毁灭，走向堕落。那么对于这种情况下，我们是不应该去嗔恨他，但是从我们人的感觉上来说，我们还是容易嗔恨他，因为他让我们觉得不爽。你感觉很好，人家说你不行，其实你心里不舒服，这个不舒服呢，其实是一种不健康的不舒服，它是一种烦恼。比如你的贪着，你受到这种冲击，你贪着的东西受到阻挠，就是你的，我们平常讲的，就是一个人说我的心受伤了。什么心受伤呢？其实是凡夫心受伤的，那凡夫心受伤的，其实就是很好啊。凡夫心受伤的，就是来帮助你治疗凡夫心的时候，用佛法的智慧来治疗。否则的话，你的凡夫心如果不受伤，那就意味着什么呢？那就意味着这个凡夫心呢是在健康的成长中。这凡夫心在健康的成长中，那就麻烦了。所以吉天菩萨呢，他以这样的一个智慧和高度来帮助我们看清楚这个赞叹和荣耀的过患，让我们不要贪着，同时也能够帮助我们看清楚呢这种毁谤，它隐含着一种人生的价值。这个我觉得这个提醒很重要，吉天菩萨给我们做的非常智慧的提醒，非常智慧的提醒。接下来呢，就是讲的是第二点。就是要讲的是不因修得少主而生嗔，不因修得少主而生嗔。就是我们前面讲到了，就是告诉我们不要因为世法世间上的这种容易少损而生起嗔心，就是帮助我们学会去接纳这种因为容易受损，接纳这种容易受损。然后接下来呢，吉天菩萨呢又进一步的分析，这个分析呢也是面对着我们非常容易产生一种嗔心的现象，也就是一个人在这个做好事的过程中，做善事，
一个人在修行的过程中，因为我们想着我是在做好事，我是在修行，那就是我既然在做好事，我既然在做修行，那你们大家呢都应该要这个欢呼雀跃，随喜赞叹，对吧？如果有人不能够欢呼雀跃，不能随喜赞叹，甚至呢横加阻挠，在这种情况下，确实我们是可以理直气壮的去生气，你们这些人简直不识好歹，素质太差了，既然我们做好事，做弘法事业，你们还阻挠，这种样很容易生起嗔恨心。其实我们在弘法的过程中，也是很容易遇到这些问题的。那你怎么去接纳呢？你还是用嗔心啊，还是不要让自己陷入到嗔心中，你去接纳，然后再用这个智慧啊去处理这些问题，化解这些问题。那吉天菩萨呢，就是就这个问题啊，给我们提出一个智慧的指导，帮助我们如何当我们在做善事 和修行的过程中面临着一种冲击的时候，一种阻碍的时候，如何让自己不要陷入到嗔恨心，去接纳这样的一种事实。那这一部分呢，吉天菩萨在这里大概也分为三个方面来说明。第一个方面就是叫做思维福莫圣人。首先第一个就要思维，你说你要修福，那什么才是最大的福？什么才能够帮助你成就最大的福？那就是忍。这个我们看这个一教经里边讲啊，叫做忍之为德，持戒苦行所不能及，忍所产生的功德，是持戒和苦行都比不上。所以修习忍辱，它能够成就很大的功德。我们看102颂，为敌能战服，称敌亦挥丹，难行莫胜忍，迎合不忍也。有的人说，这个因为敌人，因为冤家障碍的我修习福报，做善事修行，这个所以呢我应该要嗔恨，我是有理由啊，要生气的，对这个事情有理由要生气的。那吉天菩萨就说了，吉天菩萨就告诉我们了，嗔敌亦挥丹，难行莫胜忍，迎合不忍。吉天菩萨，即便我们在做善事或者在修行中受到阻碍，受到攻击，受到为人，我们升起嗔恨心啊，也是不应该的，也是不应该的。为什么不应该呢？为什么不应该？因为嗔恨心本身就是作为我们一个学佛、一个修行的人最不应该发生的一种心，因为嗔恨心它隐含着巨大的过患。我们现在为了成就一点福德，但是呢，结果呢，这个因为嗔恨所带来的这种毁坏，这个比你成就的福德啊，可能要还要多出100倍、1000倍。就像你赚100块钱，结果你损失10万块钱，你干不干这个事情？比如说你现在可以赚到100块钱，
但是呢，可是你就要损失10万块钱。那这个道理就相当于，可能你去做一件善事，你有可能只能赚到100块钱，但是因为你升起嗔恨心啊，结果就损失了10万块钱。就是这是叫做得不偿失，你为了做一件善事，结果你升起了嗔恨心，何况呢？就是说，并不是说你升起嗔恨心，你就能够很好的帮助你做好善事的，帮助你很好的解决问题的。很多时候你生的嗔恨心，其实事情还是得不到解决，因为当我们的内心有嗔恨的时候，事实上我们这个时候我们的理性就会短路，然后你的思维就会变得很狭隘，然后你很多东西你就想不清楚了，你可能除了冲突以外没有别的办法。但如果我们没有嗔恨心，嗔恨心不在线的时候，我们的内心是空旷的，从容的，我们只要没有情绪，可能面对一个问题我们可以想到100种解决办法。但如果嗔恨心解决升起的时候，只有一种解决办法，那就是打仗。就是不是说只有嗔恨心才能解决，而是没有嗔恨心才能更好的解决。所以这个觉天菩萨告诉我们，嗔敌一回当，难行莫胜忍，就是这个修行，忍的修行就是一个最好的修行。迎合不忍，那你怎么能不忍呢？就是我们了解到嗔恨心的过犯，以及我们了解到忍能够给我们带来的利益，我们怎么可以不忍呢？下面103首，若我因己过不堪忍敌害，岂非徒自障，岂惹苦得因？那进一步的，吉天菩萨又进一步的告诉我们，如果因为自己的过失，我们如果因为自己的过失，什么过失啊？就是嗔恨的过失，就是因为我们有嗔恨嘛，一面对这种逆境，面对伤害，马上就嗔恨在线，马上就掉落到嗔恨心里边去了。那当我们因为掉落到嗔恨心里边的时候啊，我们就不能够不堪，就是没有办法去接受敌人的伤害，不堪忍伤害，就不能容忍别人对我们的伤害，不能容忍别人对我们的伤害。事实上，这是一种内心的一种强大的一种嗔恨的状态，强大的一种嗔恨的状态。那这个岂非徒自障，岂惹苦得因啊？那这岂不是你自己啊，障碍的自己，成就这个苦得的因，这个成就这个苦得的因，就是通过修习忍辱来达到成就苦得的因，就是你障碍的自己的苦得的修行，因为你不能忍，因为你不喜忍，当你陷入到嗔恨心的时候，就是没有忍。所以吉天菩萨呢，对于每一种现象能够引发我们大凡能够引发我们嗔恨的这个事件和现象，他进行呢一件一件的用智慧进行分析，从缘起的这样的一个智慧的高度，对这些现象进行一件一件的分析，帮助我们用智慧来面对各种嗔的因啊，就是能够产生嗔恨心的这个因。事实上所有的分解就在哪里呢？
就在帮助我们去化解所以能够产生嗔恨的因。那也就是说，把这些能够引发产生嗔恨的因变成忍辱的因，变成慈悲的因，就是一个转化，境界转化掉，境界的性质给转化了，通过你的认识，智慧的认识，把这个嗔恨的缘变成慈悲的缘，智慧的缘。那么通过这种转化呢，就是这种境界啊，它就会成为我们成就忍辱、成就福德的因。如果没有做这样的一个讲话呢，那我们就会陷入到一种面对伤害、面对逆境的时候，我们就会陷入到一种嗔恨心中去。所以就是这一部分的内容，就是吉天菩萨要帮助我们认识到这个忍的修行啊，它可以帮助我们成就最大的福德。就是我们不可以以任何理由嗔恨，任何高尚的理由都不能成为你嗔恨的理由。任何高尚的理由都不可以成为你嗔恨的理由。因为嗔恨就是巨大的过犯，而忍辱它就会给我们带来巨大的利益，在修行的角度来说。下面我们要讲到这一部分里面的第二个问题，叫做失敌恢复战，就是要视为这个敌人冤家，他并不能成为我们修习福德的障碍。就是我们刚才这个前面举的例子，就是说有人认为敌人会成为我们修习福德的障碍，成为修行的障碍，所以我们对他很生气。吉天菩萨现在接下来说，敌人是不会成为我们修行的障碍的，敌人只会成为我们修行的助缘，而不是障碍。这个内容呢，用了两个偈颂，同时也用了一些非常生动的比喻来解读这个问题。无害忍不生，冤敌生忍福。如果没有害，没有伤害，就没有忍辱的功德，就没有忍辱的成就。忍辱所面对的境界，必须是一种，就是一种对你啊这个伤害的境界。当然这里的重点强调的是什么呢？这里重点强调的是一种，就是赖冤害人，就是冤家敌人的伤害，是我们成就忍辱的修行的一个关键因素。所以说无害忍不生，冤敌生忍福。冤敌可以帮助我们成就忍辱的修行，是我们成就忍辱的修行的福报。既为修福因，因何为战福？既然说这个冤敌啊，我们讲冤敌、冤家、敌人，他是我们成就这个忍辱的这个福报的因，对吧？那我们现在肯定不会说这个冤家能战福，能障碍我们修福报，不是的，他是能成就，他是能成就我们的忍辱的福报。105个颂，应时来骑者，飞行不时战，少借诸方战，一挥战出家。然后后面举了两个例子，就是说这个
就是冤家是我们成就忍辱的这个福报的因，冤家是我们成就这个忍辱的福报的因。这个道理呢，就像这个乞丐是我们不是布施的障碍，乞丐是我们成就布施福报的因。乞丐来的，我们说乞丐是因为有了乞丐，因为有了人，有人需求，才能成就我们布施的功德，对吧？那么这个乞丐呢，他就是我们成就布施的因，他不是属于我们修习布施的障碍，这个我们一定要看清楚。那么同样这个道理也像少戒诸方丈，亦会暂出家。这个道理就像少戒，就是传戒和尚，他是我们出家得戒的因，因为有了传戒和尚，所以我们才能这个成就这个出家，成就出家的福报福德。